Wiem, co myśli. Tarcza. Tam to burzy do nich. Maj, bardzo się maj, kwa. A nie wiem, nie wiem, nie bardzo się na jego. Osia. Czy chciałeś, ale nie wyszło. Czy chciałeś? Bo叫做嗯，口袋对宝宝，口袋宝宝，对对对，他们以为你在玩口袋宝宝，其实口袋宝宝是给小孩玩，大人都不玩了，你都是大人了，对不对？是给小 baby 的，小屁玩的。你不要说不好的字。好的，对不起，是给小一溜溜一溜溜一啾啾一。丢丢的小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小那个孩子，我们不是小那个孩子，都是大人。Lava 怎么说？什么 ？Lava，Lava， 火山岩浆，这个好难写，但是这个词太酷了。岩浆，我只有一片，然后我做。哦，太棒了！我用谷歌，我没有说那个英文词。谷歌，你要写火山岩浆吗？更酷，因为火山还好写。他们不是哦，岩浆都是从下面的来的。对，所以叫岩浆。lava 的中文名字叫岩浆。可以继续写了，没有重点。是每个几分钟你都会？我应该十五分钟一次。觉得家乡的 YouTube channel 会挣几块钱一天？你觉得呢？我去查一下。你可以查吗？可以查，你可以写吗 ？OK。然后我在这边查。放东西的放，放下来的放，我觉得挺好玩。下一次我去买一个麦块游戏，我可能也喜欢玩，不肯定，但是听起来挺好玩。是很好玩。对，好像是。那个是流血条，什么是血条？流血，血条。没有。要交钱的那个里面有血条。没有流血。还有。不会流血。肚子饿。对，会肚子饿。对吧？是不会流血。啊，是吗？都会流血。还是钱？对，但是钱很难挣。哦，流血不会。嗯，你劳动你就会饿，对吗？对。对对对，然后你要是从高的地方掉下来，或者有怪物袭击你，你就会丢血，损失血，是吗？哦，那不是，你会，你有十个 hearts。哦 ，OK。但是二十个 lives。好的。但是 lives 不是说。嗯，我杀死你一次，你有十九个，是一个十个 lie， 十个 hearts， 每个 heart 有两个 lives，所以你有十个 lie，
所以你有二十个，因为十乘以二等于二十，对。但是如果你有像刀，你打别人会比用手打的更好，更厉害。然后你吃，你吃能有一些东西，你就可以不饿了，对吗？对，如果你吃蛋糕，然后你可以做蛋糕，哦、你可以做别的。但是很难，因为那个在那个 server 的人很不好，他们如果看到你，他们会杀死你，然后你会很生气。但是如果你挺棒，如果你真的玩，我可以给你我的钻石，因为有一个人叫做……如果一个人死了，然后那些你的东西就都掉到地下，对，然后你可以转回那个游戏的入口，从门里头，在那些东西还没有丢之前，马上去跑，再给它捡回来，是吗？对。好，都知道了。那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地方是像这里吗？嗯、这里是 spawn、嗯。这里是 spawn、嗯。然后这里是像你、嗯、你去的。天空有多高？No, 这里是你去的你家、嗯、然后有一个人烧了你的家、嗯、你死了、嗯、你死不会在这里，你会来到这里、哦、所以你要再走。但是那个你的东西、嗯、有的人会拿、嗯、有的人会留在那里，对对对，所以如果你留在那里，我觉得一或两分钟就会走，人家就给拿走了。No, 就会 disappear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 then the whole floor、哦、地下都就是。就没有了。都有东西。哦。因为如果像你是像。嗯。而且麦块的那个面积特别特别特别大，比地球还要大。是不是比地球的面积还要大八倍？这上面写着呢，它那个地面平面可以特别特别特别大，比我们真正的家还要大，比我们的地球还要大。好，你先写吧，我看完了我再给你。那个 thing 对，就哒哒哒，你可以一直走，你就 stack up 会比我们的地球长。对。会比我们的家长一定、嗯、因为 Minecraft 我觉得是 Minecraft Minecraft 我觉得不会听，以后我跟马明也说 Minecraft， 这是我们家里的人都这样说，然后我们在汽车上或者是在游戏的时候这样说，别人听不懂，也不用法语说，因为法语但是你可以把它换到中文。对，有中文的。你可以做 videos， no， 你可以做 settings language， 然后你可以选。真的？对，有中文，有英文。好，你先写吧。哦、嗯。太好了。我一点点想买那个真的花钱。对。因为我是 play light。烧掉怎么说？烧掉。妈妈不能玩，妈妈一玩就上瘾了，因为肯定特别好玩。花钱的人数都数不清。那我没有很多人不会、嗯、不会要不会玩卖块，不会不花钱的。对，
差不多所有的人。那个是 a seventh of the world, almost. 真的。觉得那个 most popular 游戏是什么？哦，后来他因为玩他的人太多，后来他停了，不许注册了，不许再有一个新的 account。现在又可以有新的，开始开放注册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太多了，他有一个机器给大家，比如说这里出了毛病，那里出了毛病，那个人就这个发明的那个人，他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或者是太多人玩了，结果玩的人太多了，都跑到这个房子里，比如说都跑到这个房子，房子就爆炸了，装不下，就这样。好的，你可以继续写。现在可以买。现在可以了，不是买。花钱什么时候都可以买，但是免费的有一段时间停止。你可以写了吗？我可以去哔哔吗？你要把门关上，不管了。关门。要不然都听见滋滋滋的声音。我要去屁屁，真的。对不起。嗯，没关系。没有。请你安静，王六六，请安静。妈妈。嗯哼。他不会出来。嗯哼哼。叮咚叮咚叮咚咚，叮咚叮咚叮咚咚。妈妈不要唱歌。那我不想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。Shrewd。不好意思。
好，继续写。公告啊。我后面的部分要把家什么，要把家建得好一点，是吗？No. 我想有麦块。你想有麦块吗？不觉得很好吗？可是你可以把这些所有的名字都知道，中介龙、凋零。岩浆怪、囊虫、史莱姆、僵尸、猪人、猪、僵尸猪。对，但是没有。恶魂。有恶魂。烈焰人。我没有看过。梦人。洞穴蜘蛛。蜘蛛骑士。高压。叽叽怪。蜘蛛怪、蜘蛛、骷髅弓箭手、僵尸巨人、巨人僵尸、僵尸。我没有看过他。行，你先写啊。没有看过那个 Ghost 画那个大人。真的没有。Hero Brian 是谁？这上面没有，没有中文名字。最后一个人，最后。坐怎么写？坐东西的坐还是坐下来的？哦、oh, no. 慢怎么写？慢。快慢的慢。不是快慢的吗？是哪个慢？是像啊。你快慢是 slow 吗？是快和慢。对。
是叫那个 incredible 东西吗？哎，对，小心，这个可以接。我知道，太吵了。杨同学，这个纸太厉害了，以后给你妈妈给你薄的纸，你先停下来，把这个写完了，我们就可以玩。玩？对呀、啊，做完了工作就可以玩了。做完工作怎么玩？叫我叫过他、哪里？叫还是掉？我掉了我的。我叫。你可以不这样吗？他太吵了。我听听他。Love 中文是什么？岩浆。那我理解。啊。就是我想知道的。好。还没有这么写，还没有。
扔 ，no 丢丢 ，no no no 丢怎么写？丢东西的丢。对。哦。丢三落四。钻石怎么写？哦，你天天看，你不会写。no， 我现在放了英文。哦，那不行。我没有放英文。嘘嘘，吓死我！现在怎么写？现在妈妈写的太乱了。哦，对不起。哦，这个是你的纸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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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起起起，来来来来，上学学学学画画画画画图画图。管不着，着大火火火，左舌头头大背头分头不头，不愁人家大三路大背头。有个小孩写大字，写不了，了不起，起不来，上学书画，画图画，图书馆，管着，火火火火舌头头大背头分头不头，下雨不愁人家大伞我大背头。东西怎么写？东西发财。发财。恭喜。东西还是恭喜发财？no 东西。东西 ，OK， 不是恭喜发财，是特别不一样的两个词。有个小孩写大字，写不了，了不起，起不来，来上学文化，画图画，图图书馆，管不着，着，火车头，头大背头，不头。你知道不是 correct 的。什么？画画和那个另一个的不是一样的画。对。画图。嗯，有个小孩写大字，写不了，了不起，起不来，来上学图画，来学图画和画画，图画和画画是一样的，来上学图画，画学来学说话，画图画，学说话。画图画，图写书画的不是一样。我查一下，这个是有个小孩写大字，有个小孩写大字，写不了，了不起，起。
完了，谢谢的做右边的怎么写？对，我写完了。你还有读书的作业吗？嗯嗯。还有考试吗？嗯嗯。你再看一下还有什么，然后把书包收拾好，好吗？OK。我怎么找不到有个小孩写的字呢？没有，我写完了。小孩写大字，好的。有个小孩写，我这一次写的最快。对，这一次因为是你喜欢的。有个小孩写大字，写写写不了，了了了不起。有个小孩写大字，写写写不了，哎呦。哎，别出声，我在录音。写 Already done YouTube. 写不了，了了了，断了，断了，了，做完了。那你写完了吗？起不来，起不来，来上学，水平呢？起不来，来上学文化，画图画，哦，学文化，画图画，图图书馆，管不着，着大火，着大火，火火车头大奔头。有个小孩写大字，写不了，了不起。好，是这样，背着书包往家跑，跑不了，了不起，起不来，来上学文化，画图画，图书馆，管着大火，火车头。头大奔头。头向了头，前面有个理发馆，不用剪子，不用刀，一根一根往下薅，薅短，满头起大包，上面包，就原来是个大面包。那个小孩写大字，写不了，了不起，起不来，学文化，画，图书馆，管不着，找。着大火，火车头，大奔头。哎，都写完作业了吗？嗯哼，嗯
结束就不说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吃什么饭？吃炒粉丝。妈妈做的炒粉丝。炒粉丝。
Hello.